Hello， 弟兄姐妹晚上好。就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神的国度哈，就这个是第三了哈。我还记得第一跟第二我已经在这里分享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没有了。我看有一两年前了哈。OK， 这个是第三的，好，就是OK。所以我就先跟大家分享，我在釜山啊，这个在韩国，那个时候看到个异象，在2015年，那时候我不是很明白那个异象是什么意思了哈，是最近就有这样的看见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就是那个撒旦魔鬼他的组织已经很团气，就好像有一个身体起来了啊，就在那边一路攻击什么呢？就是一路攻击教会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都是有看到了哈，很多教会出事哈。就我还记得有一间教会一个长老死了，好像教会有两个长老罢了，一个死了，然后就接下去另外一个都死掉哈，然后就另外一间教会就一个长老开刀又开刀，开刀很多次，大概他还没有放弃继续服侍神。另外一间教会就有个牧师侍奉到中风，后来死掉。所以种种种种，后来都是有很多教会又分裂又分裂又分裂，分裂到那个那些啊，很多教友就离开了啊，灰心失望离开教会，就回去世界啊，他们的灵命就慢慢慢慢死掉哈、啊。所以我们看到种种种种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当然有一个恶魔在后面哈，一些邪灵的工作。不过我们看一看哈，这个是在一个 fire camp 的，在2022年我看到的一个异象了哈。啊，这个是2022年的哈，所以我都是看到撒旦魔那个蝙蝠，就是不是 Batman 哈，那个蝙蝠就是撒旦了哈。他都是他的兵已经全部起来了，他全部起来了。不过很可惜，教会如何呢？啊，教会就下面那一班哦，全部受伤，特别那个脚被射了，跑不动了，教会都是没有合一起来，就撒旦魔鬼他的计划是要分 divide and conquer， 他分裂你就可以掌控你。所以他就用这个计划，就很多教会就受伤，受伤每一个都是没有合一起来，所以那个兵，神的兵没有起来，撒旦的兵已经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看到耶稣很伤心，在那个异象，耶稣在那边带祷，后来耶稣就开始问，我的身体在哪里？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嘛，不过教会没有合一起来，所以耶稣讲他再一次要在这个世界奔跑，好像他以前在这个世界这样奔跑，他要做很多工作来祝福医治释放祝福许许多多的人，不过耶稣需要一个身体，不过耶稣讲他的身体在哪里？耶稣他的教会全部没有合一，没有合一，那个身体就没有可能可以建立起来。那个身体就是你跟我，就是那些教会合一起来。耶稣今天不可以做他所要做的，因为根本耶稣可以透过我们做更大的事，因为教会没有合一。哦，还有什么呢？他讲他的兵在哪里？他是万王之王，不过他没有兵，他的兵都是没有起来。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有很大的复兴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看到啊。有时候有一个复兴在一个教会一下子罢了，然后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国没有建立起来，他的身体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不会长久。你靠一间教会去复兴不行的，
一间教会有可能是身体一部分罢了。如果你的手很大，受浆，你是属于手，你胜不过撒旦魔鬼的。Amen。所以你需要整个身体起来，哦，这个才当教会跟教会彼此之间合一起来，你才看到了。OK， 我们继续看哈，哦。所以要如何合一起来呢？就是靠着连结。连结不是好像那个 dragonfly 啊，在那边动那个水罢了。那个 dragonfly 动水是他潜过罢了哈。这个连结的意思是什么呢？教会跟教会的连结是什么意思呢？先当然了，要联络，然后我们要连结，然后第三就联盟。啊，我就给一个比喻你了哈。所以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分裂又分裂嘛哈，后来就这个 Full Gospel Church 在这个 JB 的，他就派两个牧师来帮我们和解，所以我们就和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联络跟连结，不单单是 FGC 教会来陪我们，都是另外一间教会在苏棒都是来陪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青少年差不多死到完了，好，没有人要带了，包括我们年轻的牧师都放弃了，不要带了，就剩下谁呢？剩下我跟长老两个，加上来都百多岁，想去带一班年轻人呢？长老看就我，我看就他，没有办法了，我们两个要带了。啊，后来感谢主，苏邦就派人下来，我跟你讲，他每一个礼拜派人下来陪我们呢，慢慢他还陪。派一个同工给我们，在我们那边三年，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起来。这个就是连结的意思，是一个生命的连结，不是一个 touch and go。 他们真是摆上的，然后他们没有开什么条件的，没有要拥有我们，他是有一个条件罢了啦，我现在来陪你，以后你起来了，你要去陪别人，很公平嘛 ，right？ 你起来了，你要去陪别人 ，amen。这个就是那个连结。后来都是我们的青啊，不单单是青少年，我们的这个儿童事工，他们都是派人来。后来我们的强了，我们就开始派人出去陪别的教会 ，amen。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有派很多人出去的哈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连结哈，然后我们就一起联盟做一些事工，联盟就包括什么呢 ？Encounter God Retreat， 我们有做很多，我都是有在这里分享过，这些都是很多教会联盟一起去做的，去服侍很多间教会的，帮助他们敬见神，帮助他们被医治释放。啊，这个我们都做蛮多，啊，每一年都是有做很多次，然后我们都是有那个 Kingdom School， 给年轻人，给大人都是有，啊，我们每一年都是有举办，都是很多教会有参加，啊，这个就是当我们教会跟教会连接起来，我们就一起去联盟，去建立神的国，不单单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是建立神的国。就帮助更多教会可以连接起来，好，哦，所以我就啊，所以我还记得，在这个是2008年，神给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很久了，2008年，我还记得那时候进次祷告40天，你看到我这样的 size 啊，这个家伙是不是讲有讲错没有啊？我进去祷告40天了，哎，真是不是靠着我，你看看我没有人相信的哈，我就喜欢吃的嘛哈，哪里可能会进去呢？啊，这个神的恩典啊，真是啊，我没有吃东西啊，喝不了啊，哦，40天，好，哎，那个是神的恩典啊，不是我，我做不到啊，
所以那个时候四十天过后就陈景泰来我们的教会讲道，讲到道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出去呼召的时候我出去他为我祷告，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一般人首先就手，然后有一个遮盖这样，有一个保护这样哈，然后还有呢，后来这帮人就一起冲，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哦，刚才那个一帮人连接起来，那个就是连接咯，教会跟教会连接起来，然后这整帮人就一起冲出去就看到整个身体，耶稣的身体起来，撒旦魔鬼就在他的脚底下，所以这帮人就一起联盟，一起去服侍神，一起联盟去建立神的国，就整个耶稣的身体就起来。那时候我解不到，在2008年的时候我解不到这个意象，是在2022年罢了我才解到。因为什么？陈景泰、班川跟慧清他们就给这三个 C 嘛，第一是联络、连接、联盟，当他们分享这三个我就可以连接到主了。所以这个事全部是要靠神的国要靠耶稣的身体，一个人收不到什么全部东西的。我是看到个意象我解不到，要陈景泰要班川跟这个慧清连接一起来解就解得到。 Amen。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身体是这样重要，国是这样重要靠着我们一个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我就给大家一个比喻了可以叫三个年轻人来吗？来，三个年轻人，我们接下来，快点，一二三，干，来来来，来快点。人脑都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要不要来，快，来，哥。
不需要。现在我们去开教会，我们有开很多啊，小小开始，没有放其我们 SCF 没有放 SCF 没有放 WFA 没有啊，是开那放那个地方的名。Amen。这个就是国的连结，好、哦，就没有教会需要搞了，啊、哦，所以很凄惨啊！我去怡保啊，在2024年啊，这几年哦，我去怡保就有去一些比较小的教会了哈、哦，神就给我看到这样的意象啊。本来我们基督徒是个老鹰来的嘛哈、哦，在空中飞的哈、哦，啊。现在啊，我看到什么呢？神给我看到个意象，现在很多教会那些 member 就很惨，他们就老鹰就好像当着自己好像鸡这样，没有飞，在地上那边跑，就好像另外一个照片这样，他们是老鹰，不过他们看他们自己好像鸡这样，可以存，可以活下去就不错了。他们吃的东西都不是老鹰吃的东西，他在地上可以找到什么吃就找什么吃，很受伤，很伤，很什么，要继续活下去罢了。有很多教会是这样，我出去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小教会是这样，特别 MCO 过了啊，很多教会那些 member 走到离开到很凄凉，哦。还是很多教会有很多需要，然后我另外一间教会我去，我就神就给我看到，应该教会是要讲的，神的教会应该是讲的了，神的教会是好像一个很大的仓库，很多粮在里面，很多 resources， 很多资源啊，可以供应。供应许许多多教会的需要，供应神的国的需要，有那个灵力、财力跟能力去供应。教会本来是要这样的，可以去喂养很多很多别的啊、教会，喂养别的很多很多基督徒。教会应该是这样的，不过很可惜，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不是这样。然后很多时候这些教会都是没有人去理他们，没有人去扶他们一把、哦、没有人去扶他一把，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现在真是有还是很蛮多这样的教会、哦、okay， 就这个是在怡保神给我看到的、哦、然后神就在我注重这本书欧巴迪亚，那这本书是在旧约是最短的一本书，那这本书是很简单，是个意象，一个 prophecy， 是个预言，啊，神的审判对以东这个国家的审判，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呢？以东这个地方。啊，是在这个黄色那个咯，啊，以东，它是在 Israel 跟这个犹大的下面。以东他们是谁的后人呢？你还记得雅各跟以扫吗？雅各跟以扫他们是兄弟来的，以东是以扫的后人 ，OK， 他是以扫的后人哦。那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呢？因为什么？以东他们很憎恨以色列人，一路来很憎恨他们，就一路来有对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就为了降神有审判他们。我们看看他们的罪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以东这个地方？好、哦，来我们看看，第一，那个以东的罪是什么？第一是骄傲，我们读一读，一二三，可以找一个人读吗？来，谁可以读？来。
distinct. 第一章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大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Amen。那你看啊，这个以东他们啊，在他们的城市，这的名字是希腊。希腊这个城市啊，是在那个高山上面的嘛，就有一条路可以上去罢了。所以它整个好像整个山啊，是那个石头山来的。所以啊，你要攻他们很难攻上去的，啊，就好像一个很大的那个 fortress 哦，啊，所以他们很多人要攻上去啊，一条路罢了，他们就很骄傲喽，我们不会倒了，你们攻动不到我，啊。好，就后来神讲什么呢？你认为你是好像那老鹰这样哦，啊，你的 nest 啊在上面哦，神讲我要拉倒你，神可以没有？神可以，真是你见历史啊，真是这个希腊都是被攻，然后被拉倒。好，阿门。所以他的最低是骄傲。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教会啊，他们是认为自己蛮强的哈，蛮大。啊，好像刚刚那个比喻，哦，我最大哈，啊，这个是骄傲，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后来分裂，不是最大，啊 ，FGA 都是嘛，那个时候哈，啊 ，OK， 这第二他们的罪是什么呢？啊，暴力哈，来，我们请读一二三。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必永远断绝。啊，你看，他对他的兄弟行这个暴力、强暴，哦，为什么雅各是他的兄弟吗？以色列人是以扫的啊兄弟啊，以扫的后代的兄弟啊。所以当他这样，你看，当敌人去攻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以东就一起去攻以色列人呢，不是去帮以色列人呢，他还是帮助敌人去攻他的兄弟了。哦，雅各的后人就是啊这个以色列人嘛，所以以东没有去帮雅各的后人，他的兄弟，他去一起去攻他，哦。神就讲你这样做你应该是要羞耻的，哦，然后神讲他会切断他们，还要切断这个种族，哦，这个以东这个种族，哦，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二个罪恶，哦，啊，没有帮他的兄弟，他还在去跟敌人一起去攻他们，哦，OK， 还有呢，他还有什么罪？OK 回去刚刚那个，哎，回去刚刚那个，好 OK 是，这个怎样讲啊？我这个华语我第三次怎样 pronounce？ 置身事外。哦，置身事外 OK， 来我们请读一二三。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烟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呼。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慢慢，你看啊。他们啊，当敌人去攻那个犹大国啊，你知道这个以东国的人怎样做呢？他站在旁边看到了，他没有去帮。哦，很多时候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有问题，
啊，很伤，很有很多啊，面对很多苦难，我们站在一边不理，啊，就是好像这样，上面看到了，哦，有一些别的教会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第一间那个教会刚刚啊，那牧师病了啊，另外那间啊很开心嘞，哦，他的 member 可以鼓励过来喽，我就好像这移动这样，他很开心嘞。他的兄弟被攻的时候，他很开心，还一直讲那个谎话在那边。是啊，逮雷谁呀？啊？啊？哦，还是这样来这样面。所以这些全部神看就是罪来的嘞。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没有伸出手，都是一个罪的。我们看到别的教会有需要，我们就是有能力去帮，我们不帮，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啊，是我们的姐妹吗？是啊， Amen。 这很多时候你想一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这个移动这个国家很不好，不过如果我们想回啊，有时候我们都是会这样，会不会？以前我们的教会都没有去理别人的，我们只顾自己啊。然后我们去了，出了一大堆问题，分裂又分裂。然后我们的青少年都带到死到完，啊那个啊很多 ministry 全部出事。感谢主，还有人来关心我们，来陪我们。Okay？ 所以我们就看到国的重要性嘛。现在我们起来了，我们就要去陪别人。Amen。 如果不是，我们就好像移动这样，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教会有问题，我们不理了，最好你们关掉过来，就好像他们这样。啊 ，Amen。 我们要改了哈。OK， 来继续看，然后。这里神讲他会审判万国，不单单是以东啊，万国将对待以色列人，神会审判他。因为什么？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嘛。好，来我们读一二三，阿门。所以神讲审判呢，万国呢，是他们将行关于以色列国。是他们将刑去对待神的仆人，神的人民，神就会将审判他。那不单单是旧约这样讲哦，新约都是这样讲。好，我们看看新约，你讲这个是旧约嘛哦？来，我们看看新约哦。新约都是神怎样讲审判，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看啊，我们要准啊，要讲准备好，要讲警醒哈。就在马太福音啊，我们看那个华语的啊。哎呀，怎么跑到这么快啊？啊，可以拉回来吗？一下子跑到这么快，哎。啊 ，OK。下一个 ，OK。啊，再下一个，这个是英文的。OK， 来，请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会分开有两种人，一种是绵羊，一种是山羊。所以绵羊在一边，山羊在一边。然后耶稣讲，绵羊也就是可以进入神的国，那个山羊就不可以进入神的国哈。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山羊跟绵羊是什么意思的。好，来请读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侧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Amen。 那耶稣这里讲到坐在谁的身上呢？这些事情坐在弟兄，不单单是弟兄啦，包括姐妹了哈。OK，说这个弟兄姐妹是不是单单在 SLA 罢了，是不是还是单单在 WFA 罢了？不是啊。 Amen Amen。 不是啊，我们不是要单单住顾自己的家庭罢了，还是顾自己的教会罢了啊。耶稣的审判是看我们如何对他的弟兄，对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就好像以东跟以色列国这样哦。以东怎样对以色列国？很惨，没有帮他，好，一起跟敌人一起攻他。从这里讲很简单，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饿了，你给他东西吃；你看到他口渴了，没有水喝，你给他水喝；你看到赤身裸体没有衣服穿，你给他衣服穿；你看他的病了，你去照顾他；你看到他坐监牢，你去探访他；你看到他没有地方住，你给他地方住。这很简单，这个我们每个人做得到的。 Amen。 这全部是爱心的行动。耶稣给我们个新的命令嘛，给教会，你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这样。这个是耶稣的新的命令啊。这个我们要彼此相爱，是对弟兄姐妹的，给教会的。 Amen。 就是很简单，这个我们每个人做得到的东西。你叫我们做宣教士，不一定每个人可以做宣教士。 Amen。 还是你要做牧师，不是每个人可以做牧师，还是道导带导者，还是赞美敬拜的领导，不是每个人可以做。不过这些爱的行为，我们每个人可以。Amen。 OK， 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讲审判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服侍到极顶，还是我们几多恩赐，耶稣是看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弟兄，有没有爱我们的姐妹，我们有没有去照顾他们。 Amen。 好，就 OK。Next， 那山羊就是谁呢？就是那些没有咯，没有做的咯，哈。来 ，OK， 来，请读。马太福音第25:41，王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你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做往永生里去。”啊，严重啊，哈。 Amen。 说这个，说我们看看呢，我们是，我们就比较像绵羊还是山羊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才自己知道哦。你会比较多像哪一个呢？哦，绵羊还是山羊啊？我有一年神跟我讲嘛，讲话嘛哈，啊，神就跟我讲，我比较像那个山羊哈。我跟你讲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分堂嘛哈，在布克布兰多嘛哈，所以布克布兰多我没有什么没有去理的哈，不是讲别的教会啊，我们自己的分堂我都没有什么会理啊哈。
个我还记得，有个老姐妹在那个分堂，很忠心的老姐妹，她是在这里的孤儿，不是孤儿院，老人院很多个月了。后来有个弟兄跟我讲，哎，她在这里呢，芙蓉的嘞，芙蓉的老人院呢，我一次都没有去探访她，一次都没有。因为他不是我们的芙蓉了吗？是不给拦着我们。然后我是负责什么？你知道没有？我是负责教会啊，关怀事工的头啊。严重不严重？几个月了啊？是我们庄家福音堂的 member 来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分堂的了，分堂的了。后来我悔改。去见他、哦、后来还有一个 case、啊、不是应该一个 case 罢了，一个、姐妹印尼的、哦、她的丈夫是马来西亚的，进了这个 GH 要开刀呢，脑 有肿瘤，所以、so, 这个她的太太是印尼人嘛，她不会讲处理嘛，她的那个话跟那个医生沟通都是 不是可以沟通啊、哦，后来我在医院探访另外一个我们教会的啊弟兄了、啊、哈、哦，就是后来这个姐妹来找我嘞，看到我认得我，你可以帮我吗？我就跟他，你找你的牧师啊，你那边推他去找我的分堂的牧师哦，好像不关我的事这样哦，好像不要什么礼啊，不要麻烦我。啊，这个不是我的啊，分堂啊，分堂不是我管。后来我陪我一起去那个弟兄啊，就责备我，我说你要去帮他。后来我回答，神就那个时候就给我这个信心，感谢主还有时间悔改。啊，现在比较像一点啊绵羊了哈。啊，如果你感觉到你好像我这样啊，比较像那个山羊，你不快点悔改还有时间啊。Amen。OK， 来我们看，哎，又跑不动了。就是、哦、耶稣吩咐彼得了吗？你爱我吗？彼得讲爱，很简单，去照顾我的羊。去喂养我的羊，阿门。大家爱耶稣吗？啊，爱就好好去照顾啊。耶稣要给你许许多多的羊去照顾，阿门。现在教会开始了 ，OK？ 我不是叫你去去外面先啊，你先在教会开始，好，彼此啊，相爱，彼此照顾，在这里训练了，然后我们就要去活 ，OK？ 阿门，好。以前我都是在教会，现在我比较多在国了，我没有什么在自己的教会了。好、哦，哎 ，OK， 回去这个意向哦。还有一方面，我要神要我强调的啊，是那个喂养啊、哦。你看到啊，老鹰根本是吃肉的嘛，哈、哦，啊，就现在啊，很多基督徒啊，没有那个吃那些不是神的话了，哈、哦。它是世界的东西，然后真是不健康啊，它的灵命不健康哈、哦。啊，神就要我强调这方面哈、哦。然后我还记得在我去教会啊，去这个参加我的妹妹的女儿的婚姻，我有见到一个老牧师，他是在新加坡啊，他服侍到退休了，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他讲在新加坡啊，很多教会啊，那些人全部来做礼拜罢了。现在他要去教他们怎样传福音，他们不会传福音的、啊。很多全部来做礼拜罢了，很多教会在新加坡是这样他讲。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老牧师服侍几十年的在新加坡，他这样讲。所以这些人呢、啊，没有真正得到喂养的哦。喂养的意思，大家都是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嘛，哈、哦。耶稣讲，我的
食物是什么？是遵循神的旨意，完成他的功，这个就是耶稣的饮食。说很多没有啊，很多蒙查查来教会听到就回去，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吗？要做什么功吗？传福音完成大使命都是神的心意嘛，神的旨意嘛，没有啊。他们有没有得到喂养？不知道，蒙查查。还有另外一个，他在新加坡十多年，后来他退休了，在新加坡大教会回去怡保一间教会，牧师叫他祷告，十多年在教会不会祷告啊？不会，都是去做礼拜。说很多很多事，好像那个本来是老鹰要飞在天上跟耶稣飞的，不怕风浪，不怕什么的，越大的风浪它飞越高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很多是当自己好像鸡了这样哦，吃那些不是属于神的东西，没有得到喂养，没有跟耶稣一起飞，哦，当自己好像鸡这样哦，去做礼拜罢了，什么都不会的，哦，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悲的事情，根本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得到喂养，然后我们要去喂养别人。Amen。 你知道吗？你就好像一个窗户这样，教会就好像一个窗户这样，神的话就是那个种子。 Amen。 我们要结果子，好，要得到喂养，我们要去喂养外面许许多多的需要神的话的人，这个就是你跟我所要做的。我们是要成为那个窗户，可以供应许许多多的人的需要，不单单是在我们的自己教会，在神的国。 Amen。 就讲喂养，又跑不到了。讲喂养很简单嘛，五个步骤嘛，哈，讲了很多次了，我就大概带过不了，看、听、讲、讲、听，看跟听是什么？买菜不了，啊，想跟讲是煮菜，行就是吃菜。哎，你不要笑嘞，很多时候啊，那些去做礼拜的去看跟听不了啊，对呀、啊，你看跟听今天我的信息，你回去没有去煮？没有去想他，没有去讲他，对你来讲没有用啊！啊，你每一天去买一大堆菜，回去放在鞋柜，对你来讲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OK， 另外一个情况是，你每一天有去煮菜，你有想他，你有祷告啊，你有想他，有没有想神的话？然后你有祷告，你有跟你的组长分享啊，问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神有什么启示啊，然后你有去煮它，那么你有去煮它，你没有去吃都是没有用的。你看到受到神的启示，你很兴奋，哇，很开心，不过你没有去行，都是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啊，我们都是没有得到喂养。Amen。 你没有得到喂养，你可以喂养别人吗？都是喂养不到，我们自己都是饿死，我们身边的人都是饿死。 Amen。 啊，这个就是一个可悲的情况啊。你看跟听是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看跟听想跟讲是为了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就去行，你去行了，你才真是吃下去。 Amen。 就变了你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你单单是听到没有行到，你就自己欺骗自己啊。雅各书讲的 Amen。 没有用啊，还是会饿死啊。好，哎，
要吃，就是要吃到完了，不要吃到一半。啊 ，OK， 吃到饱啊 ，OK。那服侍者的路啊，我们要讲服侍神呢。第一，当然是看灵哦，啊，就是圣灵。然后我们要看物灵物命是神，这我有分享过吗？啊，这个都是五个步骤啊。啊，最后那个是神的啊。那我们要讲服侍神，很简单吗？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靠着圣灵去启示给你知道，那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神要跟你讲什么？你有神的启示，你就领悟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在那个圣经里面。你领悟到，你就讲呢，你要去行哦。你行那个神的话出来，就变了你的生命哦，你就有见证哦。你有见证，你就去服侍哦，讲你的见证。好像我常常讲我的见证，刚刚我跟你讲我的见证，那时候神就透过那段圣经讲我，比较像那个闪羊，这个就是我的见证哦。我领悟到神的话，在那边，在马太福音，然后我就去行它，我就有见证了，我就活出来，我就有见证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带着你，我跟大家分享，我就在喂养你们了。Amen， Amen， 这个就是喂养了。Amen， 所以我自己得到喂养，我有见证了，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就可以，神就可以用我去喂养你们。好，领悟了神的话，我们就要活出来，活出来有见证，我们就要服侍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事工啊。然后事工成功，我们就要荣耀归给谁？归给神哦。Amen。所以很简单，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的，你们每一个人神都是可以给你见证的。你所要做的是探听讲讲行，领悟神所要跟你讲的话，去行活出来，你就有见证，你就可以站在这里分享你的见证。有一天你都是可以站在我那边分享你的见证。 Amen。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服侍者的路了，如何自己得到喂养，我们都是可以如何喂养别人。我就给一个比喻你了哈，那时候很多年前我做了一个错的事情，我是律师嘛哈，那时候我信靠我一个顾客，他是发展商，他讲他的兄弟全部有四块地在曼巴，他讲你代表我几个million的人，那个时候 OK 了，我相信他，我代表他，他讲他同意卖的了，价钱谈妥了 OK， 我就跟那个罗耶收定钱，那个合同全部的条件同意了，后来叫他们每一个来签，有一帮人不要来签，他讲 Mr. Dan 我不认识你，是不是？我没有叫他们签那张纸，委任我做他的罗耶人，我是为了信靠一个我的好朋友，都是一个发展商，他讲他们全部同意，惨了，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钱了，合同已经同意了了，全部那条件，我要讲错，我崩溃了。那个时候他们讲他们不认识我，有一班讲他不要来，我讲哪里找四块地给人家，我是不是给人家，是我的错啊，肯定错了，人家肯定是我的公司，是我啊，我那个时候 bankruptcy 的了，那时候还年轻啊，我都不敢给我的大肚离婚病，知道那时候压力到半命睡不着啊，想想都没有办法处理。后来我就找我的长老，我的长老就为我祷告，祷告了，神就给一句话，在这个腓立比书啊第六章那边，他就讲，不是第六章，第四章第六节那边，他就讲不要为任何事情忧虑啊，有什么交托给神，感恩交托给神啊，神就会给那个平安来掌，他的平安来掌管我的心怀意念。Do not be anxious by any about anything.
In all things,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present your request to God. Huh? And His peace will guard my heart and my mind. 那时候神真是给那个平安的，我跟你讲，如果不是我崩溃了，你知道那个case拉几久吗？拉九个月，拉了九个月啊，我就有神的平安，我就神的智慧去处理啊，一个处理，后来九个月过了，全部签了。 Amen。 如果我没有神的平安，我这九个月我崩溃了，睡不着。 Amen。 神的话是真的，然后我讲一个见证，我帮助到一个长老的儿子，他都是差点崩溃，好像我这样，他是做建筑的，啊，有出了一些问题，他都是钱财的问题，后来我就分享这个见证，我就去喂养他，我有见证吗？我分享这个见证，为他祷告，他相信神，神都给平安他处理，然后。 神都帮助他解决到他的问题哦，阿门。后来他又去跟另外一个人分享，好、哦，他的 main con 分享，他的 main con 都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后来那个 main con 又信了耶稣，都是相信神的话，都是那个腓立比书那边哦，神的平安掌管他，他又耶稣又帮助他，好不好？一下一路传下去嘛。 Amen， 这个就是我所分享的灵物命是神，你们所有的见证不要收起来 ，Amen， 要去跟大家分享，你这样分享，你在喂养他的灵命呢 ，Amen， 很有力的嘞，啊 ，OK， 差不多是这样了哈，啊 ，OK 啊，耶稣，问彼得。 今天这里很多彼得哈、哦，你爱我吗？<笑>很简单，喂养我的羊，想喂养，你先要看经讲讲行啊，喂养自己，然后灵物命是神，你就可以喂养别人。阿门，给你这两招罢了哈，啊，看经讲讲行，灵物命是神 ，OK， 就搞定，啊，可以收档了。 哈利路亚。OK， 来，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